然后你看，这对奥特曼戒指用来作为我们的婚戒，你说好不好？亏你想得出来。婚礼当天，我们当着大家的面合体变成 S， 让大伙开心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上面的钻石一看就不是真的，你花多少钱买的？9.9元，包邮。9.9元的垃圾你也拿来当婚戒？你是不是穷疯了？没钱你结什么婚？我看跟着你也没什么指望了，我们分手。他离开时，我突然背脊一凉，直觉告诉我有一个大人物即将登场。用奥特曼戒指当作婚戒本来很有意思，只是你的女人太物质，你是死货，你也不该买这么廉价的假货。如果你真的喜欢 S， 我可以送你对证，你拿去当作婚戒挽回爱情也好，变身 S 战斗也罢，这就由你自己决定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，没有。